口坏掉，他是破后对的，所以不能大便，一直都没有来，我就找了水电行来修，然后我就跟房东说，修三千块，他说给他修的话只要2000，所以那1000到底自己吸收，这样太过分。遇到一个小姐办亲，就觉得很辛苦，就租给他，他走的时候一打开，整个都是那个抠鼻的机器，他是在做那个 A 片导览，那个电缆线拖到整个像蜘蛛网这样，是2个月的，房子改成工业风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神班。